1949年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戮力同心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，完成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。一月，随着北平和平解放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全面结束，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，俘获高级军官1000余名，一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攻心之战由此拉开了序幕。在这儿等他吧。政委，他真能来吗？等等看，大家散开。好好，出来活动活动不行啊？活动累了吧？啊，你这乔装实在是不怎么样，主要啊是因为你戴这副眼镜，你穿成这样戴一金丝眼镜，不一下就被人认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几天的活动我们早就完全掌握了，你认真观察了我们哨兵的警戒规律，仔细观察了地形，包裹里是不是还准备了干粮？够几天吃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叶里三，你知道前几次你逃跑为什么没跑出20里地就被老百姓给抓回来了吗？那是因为我选择的路线不对，我选择了村庄稠密的地区跑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呀今天给你设计一个路线，你看看怎么样。你觉得对一个被俘的将军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有意思吗？你不用这么理解，我自然有我的道理。首先，你打算往哪个方向跑？这是我们中国的版图，这东面是河北平原，人口也稠密啊，你能通得过去吗？我就算你侥幸通过了，这到哪儿了？这就到海边了。你一人到海边干嘛呀？你要游泳啊？那你就不能往东面跑了，那你就得往西面跑。这西面是太行山脉，会经过很多革命老根据地，这当地的老百姓警惕性非常高，就你这样的盘问两句话就露馅了，也得给你抓回来。向北或向南也会碰到一样的问题。整个中国的版图上，除了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，已经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了。我们的革命政权已经建立，对你来说这就是铜墙铁壁，插翅难逃。旧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，国民党也已经彻底失败，这个现实你必须要承认，你跑不了。走吧，磨叽什么呢？快点带下来。
我是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胡大叔。你好，张帆带过来了。嗯，好。带走。这些人是在淮海战役中被燃烧弹受伤的，他们听说黄威经过此处，就都赶过来了。谁是黄威？站住了！战士们拿着枪呢，万一有人情绪失控，一枪打死黄威怎么办？他杀了我那么多士兵，看他一眼有什么？谁是黄威？站住了！我是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黄维。你就是黄维。大家看到了吧？他就是黄维。你也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些因为你受伤的战士。是我下令用火攻掩护国军突围的，这在军事上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会承担所有的军事责任。狡辩！还承担任何军事责任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应该一枪把你给毙了。战士们，你们放心，黄维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处置的，一定会为大家报仇的。带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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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追上。快点。啊。主席。根据中央对战犯的界定，目前看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被俘人员中，战犯这个级别的一共有1000多人，现在他们分别被羁押在东北、华北和华东的战俘管理单位。执行看押任务的单位有归部队管辖的，也有归公安部门管理的。嗯，执行看押任务的同志们普遍反映，对于这些战犯，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犯有严重的罪行，那就应该是该审的审，该判的判，该毙的毙。普遍看来，现在看押在各地的战犯情绪都不是很稳定，这给看押单位也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，所以同志们急切地想得到上级进一步明确的指示。父亲，桌上这些报纸都看了吗？我看过了。这些报纸上说，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廖耀湘、黄维、汤泽，他们都还活着，只是分别关在不同的战俘营里。我当他们都已经成人了。国防部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，上校以上的军官，凡是落入共军之手的就有数千人，他们一部分被释放了，而我们的这些高级将领都还被关押着，都是以战犯的名义被关押的。什么叫战犯？这完全是他共产党的说辞。按照中共的说法，是我们和我们的这些高级将官发动的内战。这完全是强词夺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打我们这么多的高级将领，
关押在他们的战俘营里面，有这些人的具体名单吗？具体的名单，中共从来没有完全发表过。我们所得到的，也只有300多人的名单。把我们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关押在他所谓的战俘营里面，这共产党到底想干什么呢？ 无外乎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审判，另一方面就是镇压。如此说来，那杜聿明、王耀武他们岂不是要吃大苦头了吗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。 高大爷，这是您的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爷，毛主席，大华子，哎，九儿，看看，好，毛主席，英爷，英爷，哎，这是给您的，屋里坐。 正好啊，有事儿跟您说。哎哎，我先放这儿了啊。哎哎，好。哎，我接的上面的任务啊，要去景行做采访，我听说英光的部队就在那儿，特意回来啊，赶紧告诉您一声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小花，小花，哎，小花，小花，高平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小花，你赶紧去刘二婶家的小卖部买盒驴打滚来，快去！哦，快快快，快点啊！哎。 坐坐，哎，坐。哎，真好，你要见到老大了。是，他参加革命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是，我真是想他呀。我知道。你看见他，一定告诉他，一鸣去了灯泡厂工作，小花呢去了曲艺团，我挺好的，让他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您放心吧，您啊也不用过于惦记他，我听说啊。 他现在是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的政委，工作啊可努力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新中国也成立了，仗也打完了，让他呀找个时间回家来看看。哎，啊，我知道，您放心吧。买回来了，买来了，买来了。哎呦，好，这个一定交给老大，他就好这口。哎，我知道，您放心吧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谢谢了。好嘞，英爷，我一定带到。慢点啊。 路上小心！哎，得嘞。高平哥，高平哥，高平哥，我想问问，你那儿还有毛主席的画像吗？啊，你也想要啊？因为是毛主席让我过上了好生活，所以我想把他的画像放在练功房里，天天激励自己。行。 快走！快什么看？快走！前面吗？哎，徐国平，哎呦，哎呦，想不想我？能不想你吗？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跟我你客气什么呀？
这路上辛苦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没事儿。一想到能采访这些国民党高级战犯啊，我还挺激动的。听说啊，你们这刺头可是不少。进去。何止是刺头啊，哪一个都不省心。快点。是吗？哎，这是谁啊？我们这儿最反动的一个，黄维。黄维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黄维？就是他。这人我知道，打淮海的时候，他居然下令对我军阵地使用火攻，十分可恶。前些日子我去战地医院做采访，那小战士一个个才十六七呀，被他折磨的都不像样了。这个家伙，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还要以战犯的政策来对待他。哎，荧光，你能不能把他列入到我的采访名单里？我想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家伙可不好对付。一个败军之将，怕他干什么呀？好，我把他放到你的采访名单里。嗯。你们到了解放军教导大队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解放军对我们非常优待，我们万分感激。共产党啊，说话算话，说了要优待我们这些俘虏，完全没打折扣。我们现在就后悔啊，没有早点放下武器。哎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你们当初被包围在双堆集，为什么不投降？当时啊，确实想投降，但是长官不同意。真后悔当初没有早点投降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这里。都怪我们当时觉悟太低，受到了长官的欺骗。长官好，长官好，这里没有什么长官。你们三个可以回去了。是是。随便坐。黄维，你要不要坐到桌子上来啊？这样会显得你高一点。我们之间谈话需要平等，你不能高高在上。哼。黄维，今天我看你也是读书人。哼。我比你年长，你需要称我为先生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刚才的问题继续。我想问你，当初在双堆集，外无援军，弹尽粮绝，你为什么不肯投降？我为什么要投降？在毫无希望的前提下，你选择了顽抗，这不是很愚蠢吗？就是因为你的顽抗，让许多的官兵成了他乡之鬼，那是一条条的人命啊！这是什么愚蠢逻辑？我身为党国的军人，效命于党国，杀身成仁。是吗？可事实却是，你的部下伤亡惨重，而你却好好的活了下来，毫发未损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杀身成仁吗？胡说八道！走，别走，坐，站，坐，放开我！我说错了吗？太反动了，太猖狂了，我就随便说他两句，俩板凳挪一块儿，差点没给我开瓢了。可以吧？还要教育人家，让人给灭了吧？哎，高平，我跟你说，战犯里边数这家伙最猖狂了，今儿让你给撞上了。
还真让他说对了。哎，我说，要不要把这家伙捆起来，扔野地里吹两天西北风？哎，胡大哥，我觉得这主意就不错。你看，把他捆起来，扔野地里边，是替他出了气了，咱们违反了山藩政策，麻烦就大了。嗯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这看管战犯的，现在被战犯骑在脖子上拉屎啊！这是，我真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咱们得想办法。哎，你办法多呀，你给咱出一个呗。哎，这办法呀，得自个儿想。哎呀，那我的办法就是把他捆起来，扔野地里。哎，这昨天出操的时候，后山的李队长，他说他想你了，让你去看看他。切，老李啊，啊，他想我，肯定是遇到什么困难，让我给他帮忙去了。我估计也是，有空你就去串个门呗。哎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有办法，你就赶快去干呢。好，啊，怎么着，高明，你的这口恶气，我一定让你出得干干净净的。有主意了。行了，得嘞，包您身上了啊。哎，能出气就行。哎，差点把正事儿忘。看看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驴打滚儿。哎，好长时间没吃这口，还是我妈想着我。当然了。家里怎么样？我妈身体怎么样？家里啊，一切都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英明啊，去灯泡厂当厂长了。小花进曲艺团了。这英明都当上厂长了。嗯。小花进曲艺团了。那就成大姑娘了。那可不，女大十八变。现在啊，可水灵了。哎呦哎呦，我看你这样啊，好像有想法啊。啊？我没什么想法啊。没想法？对。徐宝平啊，我还不了解你小子。嗯，等一下。想得美，不给你吃。我看你吃半天了。我馋死你。哎哎哎，给我来一块。我跟你说，二婶家的驴打滚确实好吃，拿过来。美啊你！胡大，进来。胡大哥，政委，我见过李队长了，事儿办成了，妥了。哎哎，慢点啊，胡大哥。哎，好嘞。哎哎哎哎，你俩说什么呢？弄这么诡异，昨晚发生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发生，胡队长就是去串个门。串个门，满脸跑眉毛的，你当我傻呢？我就不告诉你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跟我说说，等你去民兵队采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我们有些个同志还有这样的想法，大家认为这些战犯在被俘之后，我们本着优待俘虏的政策，好吃好喝，对他们以礼相待，可是他们本人却若无其事，继续坚持着反动立场。像这样的人就该杀，大家说应该找几个罪大恶极的先杀了，以平民愤。群众有意见呢，可以理解啊，我们还是要多做解释工作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尤其对战犯，杀戒不能开呀，那一开可就止不住了。嗯，要不这样呢，我们先找几个年老体弱的，没有那么大民愤的，先放两个，看看国内国际社会各界的反应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，战争没有完全结束，我们就把战犯放了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？我认为在这方面不能操之过急。我同意本来同志的意见呐、啊，处理战犯呢，尚属过早，时间未到啊。如果现在把战犯押上大堂进行审判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好吧，我看呢，对于战犯的基本政策呢，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。我们的政策是有病的治病，有伤的养伤，基于人道主义的待遇，在组织政治学习，参加劳动改造，待时机成熟以后啊，
根据情况提出具体意见，你们看好不好啊？嗯，好的，好啊。哎呀，老实点。哎呀，我难受啊，我难受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活不了了。孙伟，求你救救我。孙伟又犯了。救救我吧，我们压不住啊。救救我吧。苏平，别哭天抢地的。长官，再给我来一点，就一点儿，你救救我吧，我活不了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呀，抽烟吐的第一天你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下场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新中国成立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烟吐这样的东西了，你要想办法戒毒。我戒，我一定戒。长官，你再给我来一点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磕头也没用。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哎，我难受。张国峰，你想想办法。哪有什么办法？你看他哭天抢地的样子，想戒毒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看他的身体情况，估计也撑不了几天了。还有戒毒针吗？还有几针，给他打一针。行，快，你们按着他。别给我打针，别给我打针，你给我来一枪打死我吧。老实点。哎，摁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。哎呀，针能拿过来。哎呀，被子。哎，这孙红英什么来历啊？孙建英你知道吧？那东陵大盗。知道啊，这是他堂弟，盗掘东陵的时候这家伙也在现场。难怪是个大烟鬼。哎，就这样的能打仗吗？他们有他们的一套，主要啊不是靠打仗，他们是靠盗墓，还有呢就是认干爹。认干爹啊？谁呀？多了，像这个蒋介石、张作霖、阎锡山，还有日本人。他们还当过汉奸呢？当然，这家伙冈村宁次摸过他的脑袋还夸奖他。哼，夸他什么呀？夸他呀是又乖又听话的中华好汉奸。这名号对他呀正合适。名副其实。毛主席真的这么厉害，把国民党反动派都给赶出去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是在想，这要是早两年能解放该有多好。这样我爹也就能尝到当主人的滋味了。干妈，我从小就没娘，四岁就跟着爹上台表演京韵大鼓，这一身的本领都是他教的。要是他能看见我现在进了曲艺团，不知道有多开心。花儿，你爹泉下有知，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干妈，我以后啊一定好好工作，听毛主席的话，做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。好。罗部长，坐。中央决定啊，对战犯的管理改造工作呢，全部交由你们公安部来负责。也就是说呀，目前由部队和地方管理改造的战犯全部交给你们，
总理，我们责任重大呀。嗯，卢部长啊，官吏容易改造难呐。嗯，所以啊，你们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，一定要调集精兵枪将。龚德林这边，这个所长的人选要赶快确定下来才行啊。社长，我这样向您报告，这是我们的几个人选，您看一下。嗯，这两个不行，太年轻了，不合适这个岗位。哦，我这还有几个备份的，您再看看这个。这两个也不行。咱们说实话啊，这都是好同志，嗯，但是光能干活不行啊，在这个岗位上，那必须要精明能干。不但要有文化，有较强的理论水平，还必须要有精准的表达能力才行。他们要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你如果不能以理服人，怎么着？到时候你还能打他吗？我知道了。我倒是想起个人来。谁啊？社长。王英光。这次来你们这儿啊，哼，真是大开眼界，什么样的战俘战犯都有，千奇百怪。这回回写东西有素材了吧？有了。旧中国的旧军队腐朽没落，战乱庞大，确实像一片废墟，太乱了。哎，这些人怎么办？是杀是审还是放了？现在政策还没下来。新中国刚建立，百废待兴，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啊实在是太忙了，应该还没顾到这一块。不过我估计政策很快就会下来。我们教导大队啊，现在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战俘营，主要的任务也就是看管、管理、保障生活。在政策把握方面，就是优待战俘也比较简单，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针对性已经明显不够了。你们还能回老部队吗？吴大哥还跟我打听呢。谁知道啊，大家都想回老部队，可是现在啊还不知道谁接手这事儿呢。嗯，等政策明确了就知道了，是杀呀还是不杀，这个才能决定谁来接手啊。嗯，按党中央一贯的政策，杀应该是不会杀的。嗯，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天天看着这帮家伙，每天呢惶惶不可终日，忐忑恐惧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也替我出出气。确实啊。政委，军区有通知，让我去公安部，看来有新任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吧，战俘这篇稿子啊，还等着发呢。那咱们俩一块儿走。行。彭越同志牺牲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是放不下他呀？从小雪牺牲到现在，连尸体都没找到，就剩下这点照片了，留个念想。组织上也找过好多次他的尸体了，但是那件事实在太突然了，很多线索都断了。小雪生前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能够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。
现在新中国成立了，以后我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些了。宁光，我知道你重感情，但是有些事儿该放下就放下吧，别太为难自己了。小雪她是我的妻子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查清楚是谁出卖了我。我要去看一下陈瑞章，看完以后我们就出发。陈瑞章，八十七军的中将军长，对，就是他。好，政委。嗯，陈瑞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算好吧。他伤口怎么样？伤口有一点感染。要紧吗？我们已经申请了消炎药，不过军区现在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。你们再催一催。是。辛苦了。我来是跟你告别的，我被调走了。什么？你要走了吗？我们当兵的，随时被调动，这都正常。是。那就祝你一切顺利。陈世昌，你在思想上还是要开阔一些，不要再干傻事儿。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跟教导大队的同志进行沟通，不要藏在心里。我明白。当年，你们是老朋友了吧？算是吧，不在一个阵营，但是阴差阳错的，这些年打过几次交道。嗯，我看你对他还挺客气的，欠他个人情。走吧。铁叔，咱到石家庄得多远啊？80多里地儿，那不得一整天啊？见黑就到了。哎，丁光啊，咱到石家庄以后怎么回北京啊？跟部队都已经打好招呼了，那边有部队的卡车，我们就坐着卡车直接进北京城了。行，太快了！以前我们去北京啊，路上得走十几天呢。我跟您说，铁叔，以后修好了铁路公路啊，一天从石家庄北京了，啊，那不比风还快了。等一下，哎，等，停车，等一下，哎，梁东风，哎，梁东风，你是干嘛去？这是通知，上面有地址。哎，这好像是总部机关驻地的地址啊，前两天我还去过呢。总部机关专门下调令调你，为什么呀？
我哪知道呀？哎，我前两天去啊，他们好像正在组建机关单位。你是全军区最好的护士，你是人才，上车吧。收拾黄维这招都绝了，我采访民兵中队了啊，他们跟我说，让这中将司令给土匪头子揉腰捶背，哎，这太过瘾了，这个总得让他受点惩罚。嗯，你们也太坏了。哎，对了，叶立三怎么样了？绝食呢，昨天没吃饭，今天也没吃饭。他是惦记给自己饿死是吗？他呀，不会把自己饿死的，就是表达一种情绪。你说他逃跑，没怪他不说吧？就他还绝食，他闹什么情绪啊？他这情绪啊，也不是针对我们。那他针对谁啊？整个世界，他对整个世界啊都有意见。在他眼里啊，全世界都跟他作对。哎，那我可不明白了。在他心里面啊，就觉得不应该有共产党，不应该有我们解放军，不应该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更不应该有国民党的彻底失败。没错，明白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